啊，早安啊，早安啊，欸，我们要干什么？料理之心，咪咪安安，怡轩安，哎，咪咪，提醒我2:26之前要打世界王，好不好？今天世界王是现在下一个世界王是2:26，那2:20的时候就要开始提醒我喽，好不好？马同学早，谁 ？DWO030 早，怕起床没看到社会帮你吗？没有啊，世界王啦。不是我今天明明睡了6小时以上。结果我刚刚读取的时候，他只判定我睡了2小时，我哭了，哭烂呢，哭烂，终于跟到台了，对不起啊，前阵子都在奇怪时间开台，不是原本还会在更奇怪时间开台，但我忍住没开了。雪莉安安，番茄安安，红原安安，原来我也入坑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玩了三次了。莉莉安安，我有看到你跟我讲说，对，就叫莉莉啊。来升级一下，武器店那个，我想强化睡眠呢，可以吗？花枝的皮肤碎片。次次安安，凯心安安。我去买一个特定会震动的桌子放在上面就。谢谢哦。还是搞不懂到底怎么加好友，加什么好友？你是说宝可梦睡吗？他，你点那个下面嘛，点下面之后右下角会有什么社群管理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右上角会有个加。加好友的图案点下去就好了。我刚刚说世界王几点？2:26，但是2:23就要准备开游戏了，不然我读好久。免被猫早安。没有啊，我大概2点，开到4点前吧，想说玩一下。不是这游戏太毒，是感觉这游戏不跑主线，好多东西玩不了。你会提醒的，交给你们了。2点前到家好了，又不急，错过就算了啊，只是少打一次而已。是不是之后都有这个啊？哇哦！今天不用上舒服，有那么好？台风假吗？没有吧？缺装备你还很软，我跟你讲，那个世界王给的东西很烂呢，又不强。这几天等级分发志愿，搞得我头昏哦。怎么等级分发啊？你怎么了？登记哦，我什么等级分发啊？什么意思？
金星月理，但如果是这个世界是这样，哦，是啊，但是他现在不是哦，那 boss 开一堆都不到700等的。大学分发哦，你这么小哦。哎，轻松轻松。这不是被太阳？你说这款游戏吗？拜托，这款游戏是我推菜渣玩的好吗？应该说他那时候聊天是有人是推这一款，但我那时候就是有帮忙，就是有补刀。因为其实那时候有菜，也知道菜渣有那个嘛，金鱼恐惧症还是什么的。那时候其实不确定会不会让菜渣害怕还是什么，所以我那时候只是跟他讲说，那其实很多人很推，但适不适合菜渣我不确定。菜渣玩的比我还疯，可是菜渣后面没玩了啊。你要想欸，对吧 ？Nobody 安安，你说话呗。第一次知道他是北欧的时候。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是那时候，几年前啊，有6年前了吧？因为那时候有流行什么，就是虽然这个很不好啊，就是之前不是有人就是说在手上割那个吗？割金鱼的须筋的样子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是会很容易就是上天堂，主要是因为他。须筋那个啦，金鱼的那个肚子不是一条一条的吗？就是这样子割太多条了，导致就是伤口没办法愈合还什么的。当时是这个事情，导致我才知道菜渣怕金鱼这件事情。古明早安，小小子早安。哦，听台，那看来是关麦听台咯。嘣嘣，原来是那为了啊，他之前还要找我玩什么潜深渊阵还潜渊阵什么的。我刚想说，你不是也害怕金鱼还是什么？你竟然会想玩这个、喔？因为那时候玩恐鬼阵，玩到差不多的时候，他想再挑战嘛。然后后面他是说想试试看。我那时候是说这款我还好，然后后面想说好啦，看他想玩，那陪他玩的时候换他还好了，换他觉得还好了，我们就那款游戏就没玩了。阿玛奎卡，阿玛奎卡，哇！什么东西？刚刚推出？你听到哪里？哦，就是有个叫什么潜渊阵还叫什么的，也是有点好像恐怖游戏吧。
就是我们要在那个很像潜水艇里面，不知道干嘛的。我那时候菜渣有想玩，后面我好像是跟他说这款我其实还好，可是他现在也比较忙，没有空一直天天开台。然后他那时候很想玩游戏还是什么？今天还要玩什么吗？等一下会开一下那个《暗黑破坏神四》。玩一下，看看看看看。应该挺好玩的，哪一个啊？你去搜寻看看啊。哦，再来，你不是有早玩一机二吗？其实不是不想玩，是很多东西来不及玩啊。不然又推了一大堆，后面我又没玩，很过意不去呢。而且那款之前恐龙那款就是2000多块，啊，现在那个游戏又1000多块，啊，多快！又断电啊！我刚刚讲了什么？我怎么知道我刚讲了什么？请问我刚刚有讲什么吗？帮忙翻译，感谢感谢。游戏的部分，哪一款游戏？演员证还是暗黑破坏神四还是我现在会看蓝莓台吗？偶尔会啊，他不是最近在玩麦块？想带我去哪里呀？他昨天回温钻石口袋，欸，不是啊，我昨天在睡觉啊。钻石口袋地图哪一张？夏日吗？然后对菜渣的东西发疯。啊，他就是菜渣的小迷妹啊！他讲说不要对太菜渣太好啊，他情不自禁的一直狂给他物资。你看哦。不要对菜搭太好啊啊！导致他什么都不会玩啊，没办法，小迷妹的行为我们阻止不了。
他说他想去你们伺服器，但他不敢问菜渣。哎，跟你讲，这个就是不问没机会的啊，自己问问看啊。可是其实那伺服器也真的差不多了，菜渣也没什么时间上，也没有什么，因为没有目标，没有动力了啊，没有模组，真的是，是不是我讲了嘛？其实一个伺服器最多就撑两个礼拜差不多了。他说他会尴尬，非常尴尬。哦，其实我之前也是啊，之前不是那个谁，之前那时候是什么五月初吧，还是多少的？那时候不是也有那个吗？跟鱼干、胡子，然后狐狸他们那时候玩了，还有露西，那时候玩了一个很像。龟龟推了一个很像来自深渊的图嘛，那时候其实聊天室一大堆人问说，繁星快加入，快加入什么之类的，是聊天室讲的，但是完全都没有像鱼干菜渣就说，繁星要进来玩之类的，没有问，没有讲，我就想说，我脸皮也很薄，就不好意思问。该找的都找到了，我们还差两个东西没盖啊，就是深海遗迹的塔，还有。那个黄金农场都还没有盖。叔叔安安，叔叔，你的宝可梦睡有没有在玩啊？你怎么才一等啊？你是不是都没有好好睡，没有好好开游戏啊？怎么才一等？因为我好友爆了，我想说怎么办？要不要删掉你？还是等你出现再跟你讲一下好了。重到水槽。抱歉，别抱歉了，宙斯点。没有，这边只是先问问啊，如果你真的没有空还是什么的话，都可以说，我可以删我，那好，还说都可以说啊，删光光，应该玩的差不多了吧？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在找模组来玩。但是我又不会开伺服器，宝可梦的话我也不会用。原来这边有个派遣啊，气死了！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人家前期可以有一大堆调味料，我却不行？你以为先删企鹅？我跟你讲优奈对不对？他今天也遇到色尾的伊布了，有捡乐了啊！有捡二，开心开心。养殖场，一直开萤幕，没有没有，你就是那个真的就是放着，你不要管它。你越去管它，你越玩不了那款游戏。它就是要逼你不能碰游戏啊。说啥？我现在还没遇到色尾啊！小雪早安，古墓运伺服器也是不敢问吗？还是没兴趣？杰克当时有问我，可是那时候刚好在带菜渣玩那个伺服器，可是现在知道他们，而且他们也玩了一阵子了，所以现在又回过去参加，他们就觉得。怎么讲？我觉得那伺服器主要是给感觉比较给那种拍片的人用的，因为你看常上线的就几位嘛，偶尔上线是为了拍片，对吧？因为其实杰克有说你要玩的话可以随时加中途加加都没问题，我也说好啊，我也是有说好的啊，你这看这个之前去买伺服器来架模组伺服器还不错，只是不好估人数。我们现在是那个啦，想玩宝可梦啊。
有谁？好像除了菜渣，其他人都有想玩宝可梦，但是那个要另外用一个登录器下载。你爱繁星，我要继续工作了，叔叔加油！好热哦。今天其实楼上还是有点偏热啦，但是又不想去楼下。跟小朋友挤，烦死了，超死了，气死了！靠腰，玉菊安安，郭猫安安，哎，郭猫安安，嘣！嘣！我其实有点不想走主线任务欸，就想要这样子轻轻松松的下海就好。虽然任务要过了后面才会解锁更方便的东西，但是有时候玩这种游戏，哎，玩在自己的世界就很棒。选择要解锁的表情符号，那个是永久的吗？哪一个永久的表情符号？哦，每一台会有几个，就是连订阅都不用订阅会给的表情符号啊？你是说这个吗？宝可梦你有装过？哎，还是我问你怎么装啊？它不是就是要装，那不要用额外的登录器进去吗？对吧？一样的吧。阿玛奎卡，嘣！哇，你没用。这样我就可以每次开台在那边生蛋了，画面也不无聊。哎、欸，完美完美。哦，别，希望我早上听到的你不是梦游，还有爱还在吧，男人在啊。你在梦游，你在别人台正定了两个订阅。啊，还想擒了我？别说什么你怎么敢？早来擒了。啊，你的呢？你的什么？你的啥小？你的什么东西？他怎么才啪一下？是我没设定好吗？感谢小雪赠送五份订阅，哇！吃吃竟然是要人家赠订哎，没爱了，没爱了。我的爱还在吗？没了。我砸坏我了，怎么了？没坏啊。我会的只有自己端这装，然后用拉面去连。拉面哦，拉面其实没有啊，菜渣不喜欢用那种拉面那种东西。哎、欸，直接送到团团，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好且哦，看，我看，这什么乱流？哎呀，这什么油？要、哦？李安安，高尔夫球杆。啊，这什么赖的广告啊！
我竟然会跳到这个通知，我把它删掉好了。我以为你计较我送别人只好补你，没有啊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算今天没，你既然今天送没送，我都会提，我都会提这件事情啊。既然你都送了，我就不提了。赠送是随机给的吗？对啊，他也可以指定给啦。菜渣跟阿锦单挑拉面，我单挑拉面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我这个不是等级二的吗？可同时捕获九只，同时，嗯，怎么没看过同时？等一下来试试看。上个月订了会员，结果没上线几次。哦，你说你哦？对啊，上个月好像很少看到你。你去哪玩了？去哪皮了？可以吗？没了。指定比较贵，没有啊，不一样的钱啊。你是被骗是不是啊？你被什么骗钱啊？靠一步啊。还是又是你以为？是不是又是你以为了？嗯，还是那是 YT？ 嗯 ，YT 也没有啊。你在做梦吧？你醒了没？对啊，你是用到苹果手机吧？我才想说，你 YT 有办法指定，教我怎么指定，好不好？大哥，教我怎么指定，需要那个酷东西。哦，任务欸，
来个稿子呗，呀、你脑袋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是不是又被阿姨气到不行了？阿姨是不是又对你做了什么事情？我猜一定是这样子的啊。嘣！嘣嘣炸弹！上下小，这上小。哦，氧气。蹦蹦炸弹。被你爸妈气到。哎呦。哎呦靠。我不能分解啊！还我，还我，还我！满了，要丢什么？白痴哦，吓人！哦，酷哟！同时拍摄两只鱼，那什么鹦鹉螺？哦耶！哦耶！看来番茄，我马上搬番茄示范一下，没订阅的讲个话，什么意思啊？大鲨鱼，嗨！那这种东西不用示范啊，这种东西要番茄自己。好好补偿啊！等一下，女人你发薪水了，才月初哎、欸，而且你不是要上班？男人我放心，怎样？你要说什么？我花在你身上的钱
比较少吗？你算过钱了？哎，直接走好了。撤了，撤了，撤了。明早再来找鱼人。在我身上花钱不心疼，哇塞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别人可能爱一下，为什么？你这发言危险。嗯，bonus， 哎，下去抓鳗鱼，因为别人不是你啊，怎么会说别人呢？哎，玩笑啊，好烂哦。确认，看一下啊、我带什么枪？别的主播没让你那么热爱，有吧？那个白松鼠咧，白松鼠也是你爱的吧？不是松鼠啦，老鼠，哎、欸，对，松鼠。别人得了，谁啊？谁比你更爱他？有那么扯？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他有男朋友了。哎、欸，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我这都没 follow 到哎、欸。虽然他口口声声说他不想养恋爱粉，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？他已经先提前说了。好扯哦，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哎、欸。前两天的台说的不是哦，大姐，我跟他的台是完全错开的那一种哦。紫色松鼠，就白紫色白紫色的那只松鼠啊，应该讲一样的人吧。同一只，哇，那他真的是，丢，一个睡得着吗？你要睡觉了吗？哎呦呦呦呦呦，蹦蹦炸弹，晚点跟你说他们，你可以现在撕我啊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、欸，我白痴哦、喔，我想说我手可以剪的。什么烂东西？如果你撕我是用那个录音档，有没有？一打开啊，听到声音了，这样。
哇，我厉害吧？恐怖。哦，我不意外啊。其实很明显啊，不是很早以前就有征兆了啊。这件事情我其实不意外。没有，我觉得是。台面上是装的，我感觉是这样子啦，因为那时候觉得他们互动就很明显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就是人家没有打算公开还怎样的，都可以保持啊沉默啊，就是尊重啊。以小智还子吗？又不知道啊。而且，那之前有说要找我约出来吃饭什么的，可是后面就没有下文了。我说 OK。那这样其实很多事情我大概可以推出时间线，然后知道某些事情是怎么回事了。来看啊，快睡觉啦，滚啦。嗯，因为之中其实发生很多事情，我就想说是什么啊？才会变成这样子啊？啊！现在好像开始能理解一些事情了。没有，现在都还在瞎猜，没有去问，都不是事实。欸，怎么没有？我想要找乌贼。奇怪啊，也不是想找你啦，
奇怪，奇奇怪怪，你奇怪怪屋。我。所以你现在不会去看他的台了吗？哎呀，怎么都是氧气瓶？呜呜！这样讲好像有点直接啊。没事啦，没事啦。至少他曾经让你动过心了嘛。对，是心动啊！我是不是还没打赢过他、啊？干北七，阿玛奎卡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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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哥哥！丢，来打！哦哦哦！太近，太近，太近！呦呦呦呦呦呦呦！这什么意思？请专心骑车，没错。哎呀！烂炮兵是我。哦，过了耶。哦，数杀又杀，大鱼安安有睡吗？你找不到会气死，不是？你现在到你的那个嘛宝可梦之后，你最下面不是可以打开那个选单之类的吗？那选单右下角有一个很像什么社群什么鬼东西，绿色的很像信吧还是什么的，那个点开之后，你的右上角有个加，然后有个三个等号的，三个减号的，有看到吗？总会有睡吗？啊，你不是半夜都是在别人那边出现？怎样？现在不能问你睡饱没吗？最近有人在玩 Pokemon， 就是我们刚在聊的啊，我有玩啊，可是现在好友很满，现在好友满满的。Oh yeah！ 找不到加好的地方吗？他找不到啊。
因为不想把手机放床边，应该放柜台上。哎，找到他了，他给网址对不对？真迹，小朋友客人，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哦。小朋友客人，昆布、黄带宁蒸茶泡饭。什么料理研究？哦，明天才可以。看一下，新增讲话。设为皮卡丘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设为都会自带贪吃。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不知道啊，因为听太多说法都说色尾又有贪吃，我也问过兔窝的啊，他们一大堆色尾的都带着贪吃，所以你不用觉得好笑，就像最后一只的那个谁啊，那个啥，固乐顿跟密乐顿，他们的特性就是锁，那个性格是锁起来的。检查什么？你的皮丘吗？还是皮卡丘？强化料理。昆布啊，是这个吗？确认。什么意思？确认哦哦，一获得，一价格，底盘五，固乐顿的性格就是那个啊，爽朗啊，还是固执啊，忘记了。阿密勒顿就是胆小内敛啊。早二十，哦，我睡着了啊！我家在下雨了，有听到声音吗？会掉杂音啊，杂音就是我家在下雨。
哎，妹妹头，松辫子，哎呀。没有听到啊？有没有听到啊？太好吃了，你王八蛋啊，这真是太好吃了！爸爸说去深海探险，离开就联络不上他了。爸爸最喜欢的是《星际争霸》，说不定来过这里。哦，那种刚刚这种，对，那叫什么？海天使王，我之前说的。哎，捕虫网不是啊！看！哎，火鼠澡，那边是有捕虫，呜呼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来摸，不要欺负胖老板。哎，顾谁好嘞？我是不是记得詹姆斯有好东西啊？我看一下哦。我没有，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团。我字点错了，白痴啊！世界网剩29分钟，好，白痴哦，我啊，我要用刚刚那个啦啊！我没有招募到北兰，哎。我刚刚要招募的，哎，按错啦，我要招募的啊。爸你妈的，你们在爽上小，有人寄信过来了，其余又有其余了，不是有其余，有新的其余了。不是哦，我的脸刚刚整个是啊，傻爆眼。对了，教主，我有剃头模型耶，只是我的流派用不了，不然剃头模型不适合组队，也没有不适合组队啦，你分开打就好了啊。我也都装着剃头在打、啊，味道不适合啊。
来看，原来你可以买哟、喔。晚来你也塞背哦。我等下二十分再换游戏，再换一下游戏。你刚刚这边显示人数四人，哦 ，bug 啦，没事没事，没事，只要不要提人数，我都不会伤心。确认，各一只，确认，等一下哦，这个选择送往厨房，用，回来上班，上班加油！灰齿鲨，不要加油，大哥！我帮他讲什么？上班努力。那种上好好养我，他可不可以批量啊？他有没有全部贩售？取消，指所有的食材。哦，白痴哦，不行哎！你正在摸鱼都被发现了，哎，好说好说，拜托，这时间还能打字，还能看台。等一下你又被拍，你等一下又被拍照，我跟你讲，啊，到时候被拍到照片，啊，我带错武器了，靠腰，靠腰。我今天有点呛，没有啊，平时就这样了。看看其余在哪？其余鱼，它看起来不像靠腰其余啊。哪儿有其余啊？那倒是，直接烤。是在哭哦、喔。没看过流氓哦、喔。
欸，好久没有讲这句话了啊，是没看过流氓哦。没有是不是？给钱啊！按给钱啊！哎，他该不会网子也是要从水里面找吧？你是不会被流氓威胁的，没事啊，到时候就看我要不要成功兑换你的啊，你的自卫了，轻轻松松，哭啊，对吧？耍流氓，不然你我怎么活到现在的？不然你以为我怎么活到现在的？但无法贯穿，哎呦！睡觉啊，小朋友睡觉。我每个月什么？我每个月还是有付你 YT 的钱，好吗？哎，其实你们可以先不用付了啦。虽然不确定会不会回去开。对啊，就是比较贵一点啊。想说你们那边也可以先停下来。你喷爽没？啊看，你是喷爽没？哟，哎，哟，哎。怪了啊，其余咧那也没有看到。哎，其余远洋鱼啊，看到日期才发现我，你怎么了？发现你什么？原来你订阅日期到了，刚好是今天吧？哎，这个声音有吧？是这里吗？哎、欸，怎么还是他们？不对呢，不对呢。啊干！
拜六天。哦，我有时候都是当天订阅到期，结果明明还没到，就贴图不能使用。哭啊！哎，不是我。哎、欸，找到了，找哎、欸，是你吗？我、欸、靠，好快，好快 ！Win 卡，哟！哎呀！可隆可隆啊，每次都被那个鱼吓到，好像真的不行了呢，因为氧气罐没有。我一次带两只哎，哦，削翻削翻，免费吗？安安，最近买专辑没太多可以走，什么专辑？喵什么？哦，白痴哦！不要随便乱喵，怕。啊！不要乱喵，好不好？吓死人呢、欸！确认，猫咪，为什么喵？什么意思？确认，猫咪吃罐头，世界王十二分钟，没事，剩五分钟。哦。没有，因为我怕我又漏掉自危啊。漏掉巨危。我还是缺花枝，哦、嗯。
预知喵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要不要来听听看你说什么？有人转账，看吧，在赌啊，在赌啊，在赌啊！我把转账删了，因为那时候一直有人以为那个是干嘛的，就换下去啊。跟他解释又讲说那个最便宜，然后就一大堆人跑去换那个，我就觉得啊，好，最后删掉好了，懂了吗？小薇早，来晚了，不会啦，你再晚一点你就要跟我讲拜拜了。再晚一丢丢就要跟我讲拜拜了。阿玛奎卡，不是啊，我说网址呢？欸，我想试试看欸，那可以这样对不对？哦，可以耶，开心，真的一次抓好多。我喝水了，我刚好喝，谢谢，感谢兑换啊，靠，没事，靠一下，靠一下，靠一下，不用钱。青蛙安安，各位，明天火仙之复刻，你们很开心啊？有的，船长。赵超好笑的，番茄在那边讲说：“哎，火仙之拜拜还是什么的。”我的火仙之没忘了，结果哦，脸打得好响哦，番茄一定很开心。不要炸，没事啊，五点后上线就好了。哦，原来，哦哦哦，网子在身上啊！提示看起来不像火星子啊，不是很多提示都是说什么懒惰啊，什么之类的啊，就是我们啊，啊，我们也没复刻啊。五个海天使，喂，海豚，你要给我什么东西？那换另外一只海豚受困了是不是？哎，对呢，世界王，好，我准备上线了。心形水滴是什么？心形爱心吧。
等一下，我先上线好了。不然读取读很久。Green card， 害怕。他要绕过来，哎。如果拍这样的话，才会更多猎食者来，那个盗墓者过来吧。哎、欸，很北蓝呢。你都开共享空间，对啊，现在其实火盆那些其实还好了，都有共享空间了。你重拍，小伙伴们要掉馒头，不是啊，就开共享空间哦，听不？以前是没共享空间这东西啊，啊，现在有共享空间，开着挂着吸就好了，不是吗？什么啦？怎么那么难？为了50块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哦，原来没画面哦，白痴！等一下哦，那我是不是以后馒头也去吃一下？看一下哦，世界王，世界王，哎、欸，我、哦、在这。哎、欸，你们谁到了、啊？我把那个跨平台关掉，所以加不了。我自己走。我们都是电脑哎、欸，没有，你要把那个关掉才会电脑对电脑。你们就是啊，如果万一你们其中一个突然组了一个 PS5 的阿乌兹爆掉，对吧？
我不能在这里这样做。哎，剩几秒，跟我讲一下好不好？我看不到。我干，好卡哦。五秒。一分零五秒吧，零五秒。刚看到最后一口，吓死欸！哦耶，结束了。远古裤子，该不会是？谢谢。是鬼迷心窍哎，番茄。哎，可是剃头没有不会触发幸运哎、欸。可以关了，没错。那时候想说刷这个刷半天刷不到啊，怎么打个世界 BOSS 给鬼迷心窍？我前几秒哎，前几分钟还说哎，世界王不会掉什么好东西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世界王你最棒了，你最棒了，你最棒。你最棒，好扯哦！刷那么久刷不到啊，打个世界王就掉，直接穿。等我一下哎、欸，我本来想说，该不会我练到一百等，也不会达到吧？欧耶！好了，我们去潜水吧。蓝莓那边，我再去问问看啦、啊。嗯，啊，这个世界王打得值得了，开心开心。我本来只是想说解这个赛季任务而已，想把这个就是这个赛季打掉而已。嗯，好，退出游戏。番茄要来，我还没刷到合金，要来什么？哦，你们隔壁在讲哦，没事没事。七，嗯，啊、真的要帮忙没问，我再问问看啊。可是就真的已经玩到不知道干嘛了啊，进来也真的是不知道干嘛，就是盖大型建筑而已，你懂吗？就是现在就只剩下布置装饰。就真的没有干嘛了啊！新的伺服器没有，新的还不确定啊。模板找到了，我们什么都找到了啊。然后
主要是设施也都盖完了。虎虾。搞不好之后上线就只有他一个人而已。龟龟是说想要收集全模板啊，全模板的装备嘛，什么之类的，但是后面他也懒了啊。再办一次运动会，人应该不好找了哎。搬到他自己的伺服器，什么意思？不对，我怎么没找到奇鱼？奇鱼呢？用复制建筑哦，那就好了啊。干嘛？他舍不得跟菜渣玩的回忆是不是？是不是舍不得啊，蓝妹？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。哎，最近都看好多人是只使用那种很像建模的吗？然后就只要收集好那个对应的材料，靠近就可以自动把装那个方块放上去。其实那个还不错哎，因为很多大型建筑还是什么的话，用那个其实就方便很多了。像盖什么猪人塔之类的，有那个就方便啊，完美啊，快乐，海马。哎，不对，奇鱼呢？他还有他的房子里有一个菜渣的祭坛，那他其实可以把渣渣城的那个啊凯洛祭坛也搬进去吧。哎，找到了。哎，他不行哦，小气鬼。你屁股很大，哇！对不起，噎到。大屁股，
欸、不对哦，哎，对。嗯？哎、欸，那我这样是不是这个网子不能抓？不能抓起那个啊，尾鱼。崩。我看蚂蚁，蚂蚁在咬我的手。按错了北七，我要用这个啦。北七。不能徒手抓他们吗？他们跑很快、啊，你看，有靠近的时候，他们都跑掉了、啊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黑尾鱼？红蚂蚁不是啊，小蚂蚁。哎，我其实半夜想偷偷刷那个裂空座，可是，在找过那个找那个卡带的时候，就觉得啊，算了，又默默的把卡带收起来了。你不是那个手把可以刷？哎，没有哦，我跟你讲。你那个手把，它只是你那个手把按下去，它是记录按的过程，它不会记录按的秒数。所以你要等到它进入主画面啊什么之后，你才可以按下一步之类的。它只是方便你直接退出游戏，重开游戏而已。啊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去看怎么弄啊。绕格。你懂吗？挑战当熟女，你说不讲靠北之类的吗？他很难呢、欸。他不是随随便便就直接把鱼柱子放嘴巴、嘴上的女人啊？他有办法吗？那脏话加时速，那他要加爆嘞，加爆！哎、欸，不是这里，我其实之前有跟蓝莓说啊。你这样少讲这两个字，对吧？我其实也蛮常在我的台上说这两个字，其实跟三字经差不多意思的意思。但有些已经真的当语助词，那真的没办法，那真的是没办法，已经讲习惯了，所以没办法改。会不会强迫人家讲不能讲这种话啦，毕竟都已经讲顺口讲习惯了。你的音是不是打错了？
你是不是你的音应该是笔画比较多的音吧？敖哥，干满了。哎呦，我看到我有固台滑虾皮，好好固台啦。欸，所以其实你们都是从蓝莓那边来的哦、喔。以轩我知道是从菜站那边来的啦，那时候叫对名字你都还很开心。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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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湖州。完蛋了，我的萤幕里有蚂蚁在爬。哦哦哦，诶，蛮好看的诶。人类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哈、哦，还要背，这才是会情勒的人吧？拿自己什么？哦，我脚受伤了，我有忧郁症。我是住在笔记，什么住在笔记？你要背着他到目的地。啊，电流极棒哦！我要按住右键。大城市的乡下地方，我住淡水啊。哦。我本来想买这款游戏，但现在想要很少在玩电脑，可以玩啊。哦，会发光耶！哎、欸，去哪了？上次特价忘记买，那你可以再等啊。介绍淡水房子，我只刚讲说淡水是不是很烂？我说淡水是不是一个烂地方？他说什么？我刚其实没有注意看啊，都来这边了，捡个海啊。欸，他刚刚叫我去哪里啊？我没看欸。麻烦跟我说一下，他刚叫，刚刚叫我去哪里？这里吗？不是这条路人类，我不知道在哪里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
我不知道，不要逼我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等一下，男人想要摸摸尸体，什么？闪电，好喂。杀人蟹，哦，有告示牌，这里了吧？啊，不是哎、欸，你是什么？你怎么红红的？按操纵。超重啦！抓了然后放生啊！啊，你看起来像海豚欸，不要咬我哦！嗯嗯嗯嗯，它会崩炸。那个啊，你要会崩炸。乌格西，乌格西，绕格很远嘞，绕格。那怎么办呢？好喂，回去了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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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蜘蛛海星。走了啦，嘟噜噜噜，
噔。哦，终于抓海胆了，是不是？终于可以抓海胆啦！各位，放到水槽。我想把它绑回家。不要，我要再补一下。啊，怎么才一？确认。我想一下，我要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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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枪吗？啊，升级枪。武器店。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好喂，可以睡睡了，可以睡人了。哎呦！我们来去打打打打打打。嘟嘟嘟噜噜噜哒哒哒，来打鳗鱼！刚刚那个过场，这游戏就是那个过场，还是那个动画做的不错啊！可以拿了吗？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呜呼！不好意思，你、哦、好久没讲不好意思了，我天哪、啊！不好意思，我好久没讲哦。哈、啊、哈，再见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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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这画面。不好意思，你也来。有用吗？
哇，该不会是刚好有升级才变那么强吧？一枪一个哎、欸，不，刚刚啊。北七哦，不好意思。嗯，丽儿，你是白目吗？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应该还是有一个其余之类的吧。不好意思哦，其余呢？不好意思。哦，怎么咬得到？不好意思，怎么还在追？不好意思，你怎么还在追？抱歉呢，哎，看他。狂啃呢、欸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微型炸弹哦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爱月五二九安安，不好意思。我想去抓海天使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潜太深，我想要抓海天使，不好意思，抱歉呢，抓个海天使也不行哦。两，哇，一下睡着，一枪带走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之枪，哎、欸。不好意思枪，三点了，跑图了，不好意思。
该跑辣咯，缺辣的朋友们，彩虹贝壳、哦，粉红贝壳，不好意思。骨头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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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、哦、不想面对三点。哎，别跑，别跑，都别跑。武士库什么的，等下次复刻嘛啊，都别跑。不好意思。哎，这种一枪带走的感觉真棒啊！火影，你够，那就不用跑啊。这把好棒哦！不好意思，没有，我讲完了，不用再不好意思了，繁星。然后想后面还有新活动哦，不要跑啊，不要跑啊！丢丢丢丢丢丢丢！啊哈哈哈哈，不够了，不够大了。目前梗图状态嘛，冰丝叫你跑图不跑图啊？复刻才被哀哀叫那张吗？应该也死了吧？这个满枪欸，全部打在他身上。好喂、欸。我有存那张图啊，要吗？我有存那个图画版跟真人版的，不磕才在那边哀哀叫啊！哎，这边好像鹿山湖台地哦。魔物猎人启动，还怎么没有鱼了？我应该没杀光啊。你要图画版的啊？靠腰，我没存，我重灌过了，不见了。啊，我刚打开，结果看了一下，发现没了，抱歉。我重灌过，那个资料夹不见了。
因为那时候存是存在预设那个存图的那个下载资料夹里。啊，还有鳗鱼，还有鳗鱼。好啊，好运还没走。好喂，这一趟值了，值了。没备份到哦，因为想说下载那个资料夹，想说会用到的我都先存起来了，啊，结果哪知道啊，忘记了，靠腰哦。也是有关安妮的东西，我都有备份到。然后番茄就说：“那我嘞？”我说：“都不重要啊。”没有，你那时候明就回我说，看就对吧？你刚刚那时候是这样回耶，员工。哇，他才4块钱哦！啊，买，选择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那个先替换，哎，等一下哦，这只然后培训。缴费达人，是呀是呀。哦，不没钱了，等一下。新增，等级强化，一价格，啊，欸，利恩，你最近是不是都没有分享汪汪的那个影片啊？以前不是都会分享打个 OUO 吗？那，啊，怎么现在都没有了？还是其实有分享我的图，我的板子上面没有看到你分享而已。欸，你有哦？哦，那完蛋了，那该看来是没有了。员工，哎，我心心念念的派遣在这里耶。你要派遣去搜寻，我看一下哦，菜单，那时候是推哪一个啊？
欸，有个什么海葡萄，那个在哪里啊？哭了。昆布酱油，等我一下哦，一价格。哎、欸，不可能啊，这个吧，盐巴，盐巴，盐巴，员工。去找盐巴，确定。嗯，开钱。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哦。然后。只是它不是日更发片了，哦，这我知道啊，这我就知道了，确定。我差点被给掉，差点噎到。黄姜，你强化完刚好没有哎，啊，强化啦，你看哦。慢，突然想吃寿司。我其实昨天真的想去吃寿司哎、欸。刚刚就好了吧？嗯，有人请客。谁？谁？谁？没看到啊？谁？谁？没看到哎、欸！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哎、欸！啊，奇怪了。我洗盘子，完蛋了，浪费了十片啊！好亏哦。等一下，我的荧幕里面怎么爬了三只蚂蚁耶？为什么啊？蚂蚁绝技了吗？
原来我的萤幕这么的甜，自动供应你，只要设定成一份就好了。什么？我自动供应不？有人说不推荐用那个哎、欸。你不要强迫我下海呀，我还有东西要买呀，贱人！你不可以这样强迫我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你不可以这样强迫人呢、欸、啊，烦呢、欸。今天任务是在云野了嘛？哎，每次只要是最上面铃响的那种任务，我都觉得好烦、喔。靠近时就会出现按钮让你知道。首先去看把磁力推开扔下去吧。好，试试看。哦，嗯。什么意思？一份卖完后，因为会自动供应，再次补充。就算打烊没卖完。也只浪费一份卖完后，因为会自动供应，再次补充。就算打烊没有卖，你是说我刚刚应该把那十份变成自动供应吗？这样吗？哎、欸，是真的有蚂蚁跑进去、欸。没事啦，我养殖场有养尾鱼，应该啦。哎呀，去屈臣氏买我那个了啦，已绝技了。就是等于你设定成自动供应，把菜单供应设定成一。哦，只要设定一。哦哦哦哦哦，懂了懂了。反正设定一有材料就会去攻啦、啊。那请问我这些鱼有没有办法一次不要的全部丢厨房？保留两只即可，我知道啊，就是各保留两只嘛。但是我有办法让像我这个就直接勾选，然后全部就勾选不要的丢厨房，没有吧？没有这么棒的功能吧？你跑了我没关系啦，不用不用。
哇，大鲨鱼！等一下哦，白斑水母。可以的话，留两只能供应三份肉不天。你说留三星鱼吗？优奈安安，这个是早上已经删好友的优奈，各位跟他打一下招呼。他也有设为一部了。我觉得我被背叛了，我觉得很难过。他已经有第二只设为了，我却没有。我却没有，我觉得我好没用哦。是第三只哦，我被伤害了。等一下，你第一只是皮丘，第二只是什么？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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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啊！哎、欸，对呢，地鼠哎、欸，啊，三只啊，难过。你。一直在伤害着我，喵！来给你吃。员工选择培训，确定。你伤透了我的心，没事啦，你要好好照顾那只色尾的啊，我的一定还在路上，奇怪了，我们是玩一样的游戏吧？双吻浅口不忿，在晚上拍摄，还有钓鱼饵。我会做好我的准备，你可以帮我找鱼饵来吗？可是不知道是什么。不忿不是要吃小鱼吗？我一天三只，我抓不起来啦。他万一吃饱了抓不起来，我一定会诅咒你哦。我会诅咒你哦，怎么可能抓得起来？不是因为。因为如果他没有贪吃的话，很难抓，没有成山呢，你就势必要丢蓝白球哎。不是啊，荧幕里面的蚂蚁，你们跑爽了没？已经跑了十分钟了，不要这么给我在里面煮草哦。我要拜赫普大哥了，不用啊，我没有玩，我没玩剑盾，没得拜。科技蚁巢，我会生气，生气蚁巢。氪金没办法，大师饼干我有啊，没有，我觉得大师饼干真的要留给就是三阶进化用的。
对吧？海马，鹅豚看招，砰！对不起。哦，拿到毒囊，留一只给色尾用。有啊，我就是想要，欸、靠，直接砰死哎、欸！哇，你停在这边会被咬，操你的！我很怕我第一只设为是老鼠、欸，小拉达什么的。我觉得最近好容易遇到小拉达哦。哎、欸、，no， 行哦，不可以哦，不可以色色。哎、欸，嘎嘎嘎嘎嘎，会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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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直接打死了！哦天哪！下礼拜你还会在沙滩吗？还是我应该回第一个岛吧？因为我第一个岛的经验值比较多哎、欸。我会想为了经验值回去第一个岛哎、欸。云兔兔安安。不是，我说。其余呢？阿靖也是这样说、欸，哎，对啊，如果是真的是为了经验值的话，应该一开始就在第一个初始的岛就好了。我那时候就在犹豫说，他说可以去第二个岛，可是第二个岛之后他给的经验奖励好少、喔。虽然这样就变得说只是为了攻略而玩这款游戏，但是他也不是说真的能玩啊，你还是要睡觉才能玩这款游戏。没见鱼，
这围有特殊标示吗？不会。不过通常我也跟他们讲啊，通常你抓的时候，它会是贪吃啊。哎，在这，在这。完我，我这个是白买的啊！话说宝可梦应该不会睡眠不足晕倒吧？不会啊！所以我那天丢的那张图是人家二创作的啊，失眠的宝可梦。砰！是的，哎，直接打死欸！你早上抓一只贪吃欸，没有，贪吃不一定是色尾，但色尾几乎都是贪吃，这样讲可以吗？这样有理解棒，理解棒，这样理解吧。真的不会用渔网枪，没办法抓到三星。没有渔网枪就是抓中小型的，我渔网枪还不能抓大型鱼啊，所以就算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要呼吸。建议弄个麻醉枪啊！我现在不就用睡眠枪吗？啊，还是你是说那个休克枪？休克枪我觉得很难用哎、欸，还是有什么好建议？对着蚂蚁变多了、蚂蚁怎么变多了？不、科技潮我不要。我们家以前热水器坏掉，那时候去查原因查不到，直到有人来的时候发现说，有一只蜈蚣死在那个电池晶片那边，死在里面。蜈蚣哦，爬到那个里面被电死。哦。
把他抓走吗？我也看到了。泡酒他已经焦掉了，安装的师傅都说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蜈蚣爬进去，然后那时候就笑着看着我，我就说没事啦，我常抓蜈蚣。我说哇，你真的假的？你敢抓？我说敢啊。我说这个家里的蜈蚣都是我在抓的。海天使。二维的画图鉴里有可以标签可以按呢，我看一下哦。好好哦，好好哦，有人有四维的异步哎，他在晒给我看呢。我想要走车走车。我只是跟你说我标签可以按，我知道啊。应该说以前的那些作品他们都有色维可以切换。我之前阿尔宙斯也是忽然发现说有这个可以换呢。然后就把一些抓到的色维通通更改上去，是大餐呢，玩具阿嬤那个连载了我知道啊。尖叫鸡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个是不是可以撞他啊？我有点不爽他。哦，它是真的可以用哦。哦吼，不是天才吧？专门用于向下攻击的坚硬铲，看一下哦。好友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啊，可以看到别人队伍带什么东西啊。等一下，刚刚那个榴弹发射器，我是不是没有获得过啊？就是把它拆了哦、喔，我太狠了吧！我还没拿过。你会永远不打开他好友资料？哎，我已经不想看了。你知道那个谁也多过分吗？那个疾风案，他
他队伍就有两只色尾啊，一只喵喵吧，另外一只好像是绿毛虫、金毛虫。过分了，你看就知道我这个人见不得人好。防弹呢？杀人蟹。你抓到摆上去啊？哎，现在我比较想要的是那个哎，色为胡说术。胡说术它的功能就是加那个嘛，卡比兽的，卡比兽的那个能量，也不一定要设围的啦，因为之前有遇到啊，我现在有那个啦。盆才怪，我刚讲胡说术吗？哦，素才怪啦。完了，我是不是爆了？哦，满了。吓死人！我来了，千里迢迢的来了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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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拔出庄子。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个人。我负重啊，哥哥们啊，查看石堆。
啊，对面又是哪？达摩沙吧，等等等等等等等。打磨砂，唔对呢，唔对呢，唔对呢，刚刚怪怪呢，可惜什么啦？还有爆炸的 ，no no。哎呀喂！哎呀喂啊！哎，会死，真的会死，真的会死！贝壳，贝壳，我要呼吸。啊！才艺快乐的走开！哎、欸，啊去了！我真的有吸到吗？在哪、啊？选择，选择设定，不是，不是这个水母的尸体哦，在这里，丢弃。你不要，你不可以。消音了，哇，掉那么高哦。什么意思？嗡。哎呀喂呀、啊！妈妈咪呀、啊！啊看，看到却来不及！我的妈呀！哇，要去海龙宫了吗？可是我快慢出来了耶。
还差一个海天使啊。来自深渊。我靠！终于要去海底赌城了吗？我赌城。这又是哪里？负重这么重是可以的吗？等一下，是真的要打吗？哦。卡屁呀、啊！
被敲到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真的要不知道打 boss 我也不想啊，我也不想啊。超负重，哎，终于到通道村庄路口了，钥匙在你身上吧，要吓死我。像氧气还要再继续升呢。请问那个是双马尾吗？还是那个是雨衣？怎么有人类？超像吗？超马尾的、欸。不是，我现在负重，可以先让我回去吗？请问他们在配合我负重吗？有那么慢？怎么看起来都像是员外啊？蓝色海牛。人类，你明天再来这里，你要完成村民们的请求。好可怜哦 ！Get out away！
就算是人类，我也不能装什么逮捕啊。这给你用吧。这面是人鱼的镜子，设定在指定的地方，你就可以从那边抵达村庄了。虽然经历灾难后有人的梦，不过现在线索还很难理解。总之，把这个设置在你的村庄，你就可以自由来回两个村庄了。但是有脸部辨识功能，所以只有你能用。还有镜子需要透过剑木的光和阳光来，所以白天只可以使用。还有，青哥安安，青哥早。好扯哦，鱼人的科技怎么那么棒？难得看我白天开台对吧？真的很难得哎，家好热哦。送到水槽，嗯，玩心不会累吗？有一点点，可是这。其实昨天跟温阳约晚上要弄东西，结果我睡着了。倒一罐啤酒。结果我那时候设闹钟。有起来，我看一下赖他没有回我。结果我一睡着后，大概过了五分钟，他就跟我约说，不然我们约九点半。完美错过，因为他工作也忙啊，可能就是吐窝之后，本专就我来帮忙，不是我来帮忙，就轮到我来用。棘手的客人路易斯克劳福德，还有信任有空的啊，就是没有人没有个信任的啊。不是我跟你讲，有能信任的都已经出社会在工作了。在想啥？然后后面干脆就是想说啊，不然 DC 赖群就作废了。后面进来的都不让他们进来了。Bosh。看着看着睡着就睡着啊。喝水，我水要喝完了。阿妈，
寿司行餐这样。故事太长了吧？虽然有故事是好的啦，不过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看故事。最具代表性果是炸虾，哎，痘痘要长痘痘了。哎，鲨鱼身上不是都是什么尿酸哦，还是什么的，不好吃。经理了，我都要负起的责任，毕竟光顾。不怕万一，只怕一万啊！不怕万一，只怕一万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哎呦，是很爱敲哦。你要吃什么？蒸蛋，我最喜欢吃蒸蛋了。哇，不喜欢。那么给在下一次挽回的机会吗？感觉听起来好色哦。那等你，要不是那个吧？啊啊，就这个哦。哦，难怪一开始他很坚持做这个。哇，好哦。叔叔休息了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我今晚没有营业哦。啊，少赚一天钱。禁止哎。范范，哎、欸，阿乐吉安安，哇，好忙哦。要去寿司店。好了，我睡意差不多来了。猫咪过来摸摸，吃饲料喽，猫咪。
毛毛。哦，员工。然后等候室选择派遣，你快去晚上再起来，对啊，该要睡了，等一下哦。喵！清真浪漫，有啊，之后要带优奈玩一下泰拉瑞啊。那个阿靖、阿靖龟龟他们都没玩过，到时候再看他们要不要玩。让他们知道泰拉瑞亚的好玩，他们都没有体验过。怎么有爱心？老板很会取名哦，是吧？浪漫。哎、欸，不过我不开伺服器哦，找个时间比较多的开，不然我晚上睡着的时候没得玩。X。不是鹦鹉轮能干嘛、啊？好啦，还是到这样，先到这边，晚上再说。好，辛苦了。好，那我来打开我的宝可梦睡了，我看看我睡第二天，今天第二次看看睡到什么。哎，看一下、喔、储存并回到主画面。啊，皮卡皮卡丘，哎，关掉我的视讯。利恩晚安，宏源晚安，雪莉晚安，咪咪晚安，苏苏晚安，左居辛苦了，莉莉晚安，旭夜晚安。下载更新资料什么意思？他更新，玉菊晚安，小林晚安，爱月五二九晚安。该不会一直以来我遇不到色尾是有问题的？他更新了哎、欸。看来是要更新色维出的几率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就知道嘛，怎么可能？我一直遇不到色维，哎，这一定是个 bug 啊！这个 bug 有点严重啊，已经影响到我游玩的体验了、啊。我的杰尼龟真的会捡牛奶，捡奶龟，调低不会调高、欸，哎，哦不。
搞不好是降低射围几率哦。不，你们这些人，你看你们这些拿到射围的，青哥晚安，马同学晚安，宜轩晚安。哦不，半小时前还没更新。哦不，我先看看社群。哎、欸，你们点社群研究会不会闪退啊？我每次点社群研究。还没看到你们的糖果什么之后就闪退了。会吗？你们不会哦、喔？为什么？你们好友太少是不是？我其实好友已经爆出来了，五十个以上了。我今天才删掉夜猫，夜猫根本没上啊，等级永远一耶，骗子。骗我的位置，有骗子骗我的位置。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？四岁正炎炎，哎、欸，我要休息了，晚安晚安，晚上好晚上好，不晚上好啦，下午好，我要休息了。晚点看粉砖那个东西弄完之后还没有体力吧，再来玩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开箱开箱。我今天假装睡觉睡了好几小时。欸不对，我刚刚再睡久一点，欸完了。我今天没睡满。啊！我今天没睡满啊！我少睡两小时，垃圾游戏，嗨龟龟。哎、欸，四只宝可梦，哎，看一下哦。前往研究，两只胡说树，一只宝宝丁在睡觉。该全抓了，没有宝宝丁是有办法抓啊，因为我那时候喂到他快满的时候给我吃饱。哎，宝宝丁剩一个了，来吃，你给我吃。哎，可是胡说树没有贪吃，很亏哎、欸，还有七个哎、欸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放了放了放了，结束。你现在没摊子都带不回家，对啊，我都不带回家哦。还有是母的宝宝丁，顽皮。宝可梦睡，好啦，大家晚安啦，先关台咯，晚安晚安。又是一个没设围的一天。